新移民华语学习网，生活绘画，公司工作，第一课，找工作。张先生您好，我姓阮，叫阮瑞南。请问你们公司有职缺吗？听说这里有晚班的职缺，我可以面试吗？请问晚班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我可以跟你预约面试时间吗？请问公司的地址？公司附近有捷运站吗？我的电话号码是09123456789。再见。